大家好，我是佳杰，我是春燕，我是乔西，我是文艺，我是林瑞信，我是 Aiden， 我是贝山，我是李厚才，我是小婷，我是一菲，我是翁美琼。我希望把自己的纪律打好，可以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一个疫情，再继续街头卖艺，带领更多更有趣的概念导览，祝大家都可以慢慢回归到幸福美满的生活，我的孩子呢可以在一个更快乐更安全的环境中成长，希望更多人使用这个飞拉，新加坡可以快快的重启现场表演，最重要的还是希望疫情可以快点结束，好让大家可以像以往一样到处飞到处去旅行，跟着数码脚步一起前进，我到老学到老，新加坡加油加油。